来到了丰荣国小，来到了丰荣国小，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丰荣国小，我们就拍一些空景啊。来到了丰荣国小，我们要来拍摄一些空景，因为这是国小。来到丰荣国小，我们要来拍出一些空景，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速速把它搞定，快速把它拍完。